尽量以往那个开放为主。不过也可以。关公进来，我的钱都在套，不然我就被那个人搞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也会挣我的，对不对？风险啊！如果当下你想套，我就会放。因为你在弄，你会往下，然后上身虚的，对不对？下面不是金，上身虚的。三个都知道了哈，知道你的。错了，我就跟过，因为我不能说不怕，对不对？我突然要申请风险，这就是这里面是全还是在里面不知道。推他，应该就是这样。推是。对啊，我这边也有。做那个权利，对。但是我真的用推了，所以那推了，对啊，揍我。对，那我现在也是推，但是我今天就有确认全部是没事。这不是你光有两个手指，所以你没有这个职位在这里。你为什么不过来？他自动伸出来，伸手。啊，他自动伸，自动伸，说自动伸，然后心意呢？打，对不对？心意这样的。有讲得到你来做一个乞讨，他自动会说，自动会生，然后心意就不会膨胀，心意膨胀，没有自动，自动是在干，这就是自动缩回去，缩回去那个和尚很温和的，对，这个时候的后面有痛，有后面存在的东西，这个很温和，这个啊，如果我中途一半。啊，也感觉一半不够，所以说你们要做到刚好，自动说自啊到了，哎，到了后面就，这个没有东西，像两股气，啊来了，它不带意，意是后面的，这个是。沉着就好了，不一样，沉着收敛。那你转弯呢？你先往复啊，那你大了就回到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你转弯了，他身体转了，这个心有这个，因为心有这个，你往这边一撞，他转过来，他心这个剑就会把我偏了一下，因为外围都是跟随你嘛，然后跟到了时候他取中那个，所以他这个都是在取里面的值。过多了，它词就自然就出来了。接触就那么短短的一点点而已，对啊，已经钝化掉了。那如果隔空打来呢？它已经来了。对，已经那个空隙，它自己会跑出来，因为它你不快是打来的，是不是有个东西？哎，发现一样的。你真的挥过来，好不理，你说不理吗？它就。这时候你就心安嘛，就是心有什么急躁的问题，那我还是可以走出去啊，应周遭之行啊，我又不怕你是快打慢打，反正就是就出去，已经来了，他反正过去，他会感觉你没有什么阻挡，又是咚一声，我一用就能碰到，那是一个感觉，然后你的。
到最有份的力量，然后对，就划过划过，就是那些很自然的。那另外是在空间跟时间的项目，哎，看到我这个时候，对，你不拉稳就空了，算你的，我自动会整理，自动会整理。哪里喂它，你都喂。习惯了，我就喂迅猛，让它知道可以这么长。你这样拉对你有好处，就是知道那个方向，以后我就不会犯这个错误。真打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去用这样，这样它可以长。背啊，再来，那换这样你也不能进，因为这个会弹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这样，它会有一个翻这边往那边牵的东西，这样走，但它硬的不行，那你转一下，啊，牵了，啊，因为你碰到我这边了，所以它一转，对，因为这边不好转，哎，这边转，又走了，又。要钱，要啊，这是一个勉强的成绩哈。